大南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，从北边来了个哑巴，腰上别着个喇叭，那提着塔嘛的喇叭又拿塔嘛换别喇叭，哑巴腰上别的这个喇叭，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，喇叭手里头他提着这个塔嘛，提着塔嘛的喇叭可急了，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的哑巴一塔嘛。就是喇嘛，他是个喇嘛，我为什么要欺负残疾人，就是那高原上的僧人，青藏高原应该懂得怎么尊重别人，应该的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的他妈、不如他的高级日本进口的喇叭，没错，谁想吃你的臭臭便宜的他妈，谁我们都知道塔嘛的喇嘛可急了，拿塔嘛他打了别着喇叭的哑巴一塔嘛，别着喇叭的哑巴也急了，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的喇嘛一喇叭，也不知是提着塔嘛的喇嘛拿塔嘛他打了别着喇叭的哑巴一塔嘛，还是别着喇叭的哑巴拿喇叭他打了提了塔嘛的喇嘛一喇叭。你就是喇嘛，他是个喇嘛，为什么要欺负残疾人，就是你高原上的僧人，青藏高原应该懂得怎么尊重别人，应该的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的他妈、不如他的高级日本进口的喇叭，谁想吃你的臭臭便宜的他妈，我们